在已经天快黑了，现在非常凉快。你看，今天是大满潮，前面应该是说现在是涨潮的时候。你看对面那个石头的露出，就知道这个水是很满的。哦，你看，其实走这边边上还蛮危险的，现在人非常的多。看远方有那个夕阳的那些颜色，一个色彩，黄昏的颜色。今天因为远方哈，现在正前方这个方向是云太厚了，所以呢就没有那个落日了，但是它的光线还是透过云，黑色的云的上面，然后透到这边来，把这边的天空都染成那个温暖的颜色。我平常啊，我以前也就是像前面这位先生一样，会坐在这一边，然后拍东拍西的。其实这里坐着是比较安全，因为它的那个栏杆只有一边，另外一边是没有栏杆的，所以坐着是安全一点。然后坐在这边就是，很接近水，所以感觉上很放松，而且还可以看远方。你看漂亮的天空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往前走吧。我今天其实是太晚出来了，所以现在天都已经快要黑了，可是也没有关系。现在的那个温度就是凉凉爽爽的，凉爽的，然后太阳也没有了。其实我早一些要出来，其实有太阳还蛮大的，所以我就没有那个时候出来。然后现在太阳下山了之后呢，忽然间就觉得蛮暗的。你看这边又有一个人坐在这里，还有一只狗狗。你看那小狗的尾巴，小狗尾巴已经突出那个栅栏了，很可爱。你看小狗也好惬意哦，它你看我拉绳子吧，可爱。没有拉绳子的，没有拉绳的小狗的话，我是不太敢跟它对砍的。万一它呢一不高兴，它误会，万一误会我觉得我有恶意的话，我就怕它会冲过来。水真的涨得好高哦。看，这漂亮的颜色哦。其实我今天本来又想要走很远的，现在天又黑了，我要走快一点好了。你看，这时候散步是最好的，双双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双双对对。开开心心的散步，其实今天人真的还算是蛮多的。很漂亮哦，很漂亮的景色，是觉得很棒。这一根一根的这个柱子啊，就是电灯，它上面就是电灯，圆圆的，上面那边。喂，你去嗰度喎？你嗰度最头等。开了很多地方的人啊，这个听起来我后面是香港的朋友了。小心哦，他坐在那个栏杆上，我是觉得会掉下去，因为其实这是木头做的，这个木头做的，你看，注意攀爬，禁止攀爬，注意为安全。其实他在上面，那应该是香港或澳门的朋友吧，
坐在这上面其实很危险，这木头其实都有年纪了，就是他们在拍照，到时候跌下去就知道了。你看有人坐在这边看看书啊什么的，听听音乐啊，有没有，真的是很舒服。这个是可爱的小狗狗，那小狗狗眼神就是这样子可爱。然后很多人在骑车，有做运动，很多人做运动骑车。有没有听到啊？说台语。这是现在有点浪花哎，所以你看到那个船其实有在摇的。你看，你不要仔细看，你仔细看的话头就晕了。其实上下的飘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其实有一点那个波浪的感觉，我觉得蛮大的。很漂亮哦。那这你看左边这个脚踏车轮胎呢都亮晶晶的，有用灯光。哇，这台的轮子好大啊，好大的轮子。哇，那么轮子好粗好大，而且都装饰了很多电灯在轮框上面，电灯都开了，你看电灯都开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刚刚没有开，现在全部开了。哎呦，人真的好多哦，人真的好多。那边前方就是卖商店的，一排的都是商店，然后这边就是接近海边的地方。哦，今天你看这脚踏车，你就知道人今天有多少了，人真的很多哎。这边有很多那个，有些人就会坐在一起这样子，吃吃喝喝的，然后聊天。然后我也曾经看到好多次，那个外籍朋友，不知道是越南、菲律宾还是什么地方的，他们讲的话可能我也听不懂。应该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就会坐一圈啊，然后吃东西，然后弹吉他、唱歌，坐在这个广场上面，常常看到这样子的情况。因为他们也很快乐吧，就是很简单，然后很快乐，然后也不用花什么钱，就大家吃东西呀、唱歌这样子，然后哈哈笑。我每次看到的情况，也就莞尔一笑。你看对面那个灯塔那边啊，对面灯塔那边有两个人在那边在钓鱼。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今天的月亮。月亮小小的，很远呢，都无法对焦哈。哦，今天真的有一点点吵。哦，对面不止两个人哦，好几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都在钓鱼的，有一个人要回去了。还有人还在钓鱼，啊，是不是有钓到一个？啊，没有，没钓到，我以为他钓到一个小小鱼。这灯塔，你看，
它闪闪亮亮的，就是让灯知让那个船知道说从这边就是进去，就是可以放船的地方。其实我的手机的倍数不够，大概就只能拉到这么近而已。漂亮哦，你看这么多，这么多游客的剪影，在这个漂亮的黄昏的天空。拍这样子的一个天空呢，到底是水面要比较多比较好呢，像这样子，还是要天空比较多比较好呢，还是要一半比较好呢？可能是这样比较好吧。好，继续往前走咯。那小朋友在哭哭了，因为我所知道小朋友啊哭哭的话就是常常都是想睡觉，我觉得想睡觉哭哭的那个几率很大。但是说实在的，真的带小孩要有好大好大的耐心，耐心要够，要了解小孩子他现在的心理状态是怎样，他到底是就说故意在跟你跟你找麻烦，还是说他其实身体有很不舒服的地方想睡觉啦，或是累了很累了，但是或者舍不得睡觉舍不得回去，或者是走累了但是还想玩但是体力却不支的情况下，我们如果能够真的了解到他小朋友他现在的状况的话，我们就很能解决这个事情。就是必须要不要一开始就嫌小朋友很吵很烦，觉得他在故意作对，其实通常不是这样的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如果理解了原因，然后你能够跟他讲说讲中了，说中他的心事，然后你就能够事情通常就马上解决了。前面有那个街头艺人，是女生，一个女生，然后看看这么多人在这，有没有？然后这里就是他在唱歌，你看他有多少人在听？这么多人在这里哦，一边坐着休息吹风，现在海风，有海风，很凉快的，有一点点冷。然后这个是，哎，有人拍拍手呢。好，我们往前走吧。天怎么黑得这么快呢？都是怪我太晚出来了。那天空的这个颜色其实有点，我在这边看起来是有点紫紫的，有点紫紫的，然后还有这个这落日的颜色，然后又紫紫的，我觉得其实很特别。就是现在的天空，然后这朵云它是边缘都是那个虚虚的这样子，没有很完整的那个图形，我觉得跟下面的云是不一样的，很特别。好呀，继续往前走吧。
有船，前面有船。以前我看那个船啊，在这个海上啊，我都会有一种流浪的感觉。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。在哪里？我看一下啊。嗯，船在这里。我还找半天，你看两艘船在这里。你看，往这边看过去，对面也是很热闹。你们中间正中间现在有个闪闪亮亮的，它是一个小小的摩天轮。我有过去，我有看过那小朋友玩的一个摩天轮。然后对面一排灯呢，就是商店，有卖很多东西的。小狗狗也开心哦，它出来散步了。我刚才吃的好饱哦，就说要减肥的，结果又吃太饱。还好，我现在赶快走路。这是警察叔叔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只是穿着那个安全的反光背心。还是有些人戴口罩，但是不多了。之前正在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疫情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这边大部分的人几乎都是戴口罩的。现在呢，就比较很少很多了，应该少很多。钓鱼哟、哦，哦，你看那个，哎，那个浮标有灯，有小灯。那个荧光的那个颜色，荧光的色。你看，你看啊，哎呀，真是甜蜜的嘞。你看看。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开心呢，就是就觉得心情就觉得悠闲起来，然后觉得也开心起来。急匆匆的人他是不会靠海边来这边走路的，一定都是心情比较放松的人才会来这边走路。所以你在这边看到的面孔啊，就是很放松哦，散散步啊这样子的情况。不会看到很匆忙啊，像在捷运里面赶时间啊，要上班啊，就不会有那样子的氛围。哇哦，小朋友累了吧？好，走那么远就累了吧？哦，这是一个路边的一个雕塑吧？好，好多人唱歌，我们进入了商店区了。好香哦！哦，闻到那个烤鱿鱼的味道，超香的。这个是养乐多
多多多多的冰沙，养乐多冰沙，这里有鸟蛋，前面有街头艺人，你有看到唱歌的，这里是金色水岸的平台，木头的平台，最好的爱给你，却已经来不及，遗憾的是你不在。这里是编织的手链、脚链，这里就是非编不可的，马上现场编的幸运手环啊什么的，脚环啊，也可以有名字啊，你看可以有自己的名字或是什么话啊，什么一个句一句话、啊、或者是一个单字什么的。这个是座位，这边有一排的这种座位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小阶梯下去，更靠近了海边。因为这边呢就比较有这个阶梯嘛，大家可以坐在这边，然后呢所以我走路要更小心一点，要不要掉下去了。这边呢也有这样子可以坐好的小椅的椅子，也是一排的，就像这个椅子，所以你可以选择坐地上啦，或是坐在那个绑船的那个上面，也可以坐在这种椅子上面的。那这是画画的店，画画的那个街头艺人呢，他这里说就是200元，3到8分钟就画好了，然后这里有他很多作品。很可爱哦，呵呵，这男生画得这么可爱。这是他的作品。我觉得最可爱的就是笑容，每个人笑眯眯的，他就觉得很可爱。这小朋友，你看小朋友，我觉得笑容就是最可爱的，不管长得好不好看啊，只要那个微微笑起来，大家就觉得他很可爱，很加分。对面有一个船啊，开得好快、啊、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船的。中间这个里还有这个位置是一个横的，像凳子啊，横的这样子可以坐很多人，所以这边其实设置了很多的椅子啊什么的，走累了都可以休息。因为据我所知，这样走过去可以走10公里这么远，也有10公里可以走，但是大部分人也没办法走这么远吧。看，内用现在有位置。他说内用有位置，就是可以去内用，然后坐着休息吃东西。这是一些商店，
假日还说就是人就是太多了，人就是很多。其实这个时间是最舒服的，就是没有太阳还有风。那你想要走多远就走多远，你要想要听鸡头艺人唱歌你就坐下来，然后你想吃点东西，这里也是很多小吃啊，很多可以边走边吃的，或是坐下来吃的，很多东西都可以东吃吃西吃，吃不同的东西。其实我觉得这里的东西其实也不贵，有贵有便宜，但是便宜的也是蛮多的。你看像这家有打折呢，好多小东西打折，艺品，有一些艺品。那个是什么？这边又是街头艺人呢，也是一样画画的。然后前面有那个，唱歌的街头艺人。这个好像很会弹吉他，好像很会弹哦。凭一段新剧决赛又老场，占两千四的青丝去断过，百转千折那将过未央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一行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。就是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的声音呢，就是要低沉有厚度的声音，要够低沉够有厚度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我比较喜欢。就是比较薄薄的声音的呢，我就没有那么喜欢。要是听了会唱歌的人唱歌，这是觉得是很享受的事情。我现在听到他说黑糖手工粉圆，你看一般听起来应该就感觉很好吃，是 我不能吃这种粉圆，吃起来肯定胖嘟嘟的。这边呢就是他们应该是在排队，他们排队要搭船的去对面，搭船去对岸。他就在这里搭。现在过去其实有点晚了，他们要搭船了，渔人码头，他们要去渔人码头。你看他们在这里检票，哎 ，sorry， 看他们就这样走过去了，从这边呢，就是给票有没有？这里给票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就走过去，我到这边。到了吗？这次。谢谢。然后就这样走过去。然后就口罩要戴哦，听到没有？通通要戴口罩的。然后他们就要去那边搭船了。哎，我猜是什么的？我猜是那艘船来了吧？是那边那艘船要过来了。然后我现在右边的这边，右边这艘船就是去可能是巴黎的吧，可能是这样。然后现在正要开过来的那这就是渔人码头，应该是没错。他们在这边就是等那个车，等那个船过来，就是先准备好排队等那个船过来。你看这天空好漂亮啊，还印了一些颜色在海里面呢，真的很好看哦。你看船要来，哎，交汇了啦，船交汇，你看到没有？一艘开过去了，一艘开过来了。 B 站，那里有一个 A 站，橘色的，看他们是渔人码头的走过来哈，往渔人码头的，这边是渔人码头，那边又有一个船开过来了，你看
那个又有船开过来，可能这一部船就要开过去喽。你看蓝这个天空，真的天空和水面真的好漂亮啊，超美的。而且现在真的很凉快。好了，继续往前走喽。这里有楼梯，我要当心。哇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浪其实是船引起的浪，船开过来就会激起这个海浪。你看他们要开过去了，因为你看真的是这样子，一艘船下船了，那个乘客下船，一艘船就才开走，这样子。像刚才那个去渔人码头也是这样子，交班要开走了，要开去对面。然后这边的在陆续的下船，你看他要倒车，然后再往前开转向这样子。这个船到底哪边是头啊？他们现在是倒车还是？哦，是，现在才转向过去。对，没错，刚才是倒车。现在才是直行，往前开，有没有转过去往前开了？这边的还在下车。好了，好香哦！我现在闻到的是咸酥鸡的味道，咸酥鸡，因为我知道对面那边呢，现在是有一摊子在卖咸酥鸡啊，炸的咸酥鸡，还有炸的那个什么，我只过不去哦，这里在施工哎。炸的咸酥鸡，还有炸的香菇、杏鲍菇，炸的，所以好香哦！你看在排队的，这边在施工，所以路变得很小。这里就有一个亭子。2020巴黎城市沙雕爱心光雕，由此方向和他们就是要过去看沙雕跟光雕的吧。好吧，我们就停到这边了哦，先拜拜。